国道一号南下苗栗路段，白色轿车突然从中线骗到外线，撞上前方的连接槽车，轿车车底在空中翻滚了五圈才停了下来。放慢速度再看一次，撞击后零件四处飞散，车体不断往后翻滚，惊险画面也被前方的行车记录器拍下来。目击者惊呼惨了，但轿车女驾驶因为有系安全带，没有抛出车外。救护车到达现场，30岁的林姓女驾驶还能自己走上救护车。我在想事情，那导致说车子向外侧车道偏移，然后撞上行驶于外侧车道营业半年结车肇事。肇事的林姓女子没有酒驾，应该是恍神酿祸，身体多处轻微挫伤。提醒开车要专心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大爱新闻苗栗综合报道。